你有没有看见对面的小岛？你眼睛瞎了，这还用问？就你眼前那玩意。那和我一起游过去吧。你想得美，就你那笨手笨脚的样子，我怕把你丢到海里喂鱼。前段时间我看了 GPT 4o 的桌面演示后，有了个小灵感，既然已经有办法让大模型看到电脑桌面了，是不是也可以让大模型来陪我玩游戏呀？我的游戏水平那是非常不一般的，想必 AI 应该非常有耐心教我怎么玩的吧。你这是在玩游戏吗？这打法简直像个智障，还不如我家的狗。本期视频我会讲一下这个 AI 游戏助手的开发过程，并展示一些成果，代码也开源放到 GitHub 上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玩一下哦。开发桌面 AI 助理需要多模态大模型支持才行，我就选用了谷歌刚上线不久的 Gemini 1.5 Flash。 这个模型呢，据说是 Gemini 1.5 Pro 蒸馏出来的，和 Pro 版本一样，也是支持视频分析，上下文支持巨长的100万个 token。 Cloud 200K 跟它比，哼，就是个弟弟。最关键的是使用门槛极低，你只要有一个谷歌账号就行了，而且 API 居然还是免费的。可惜这么好的东西似乎远不如 GPT 有热度， Gemini 就像我们这种很努力但无人问津的小 APP，非常需要大家的一键三连支持一下呀，爱你们哦。那在开始动手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 Gemini 是不是真的懂游戏。我问了一些我的世界的问题，比如怎么制作火把，他说需要木棍和煤炭。那我又问他哪里可以挖到煤矿呢，他也回答说第11层到128层比较好挖。那就再来一个比较难的和红石科技有关的问题吧。提问，用红石怎么制作自动电梯呢？ Gemini 也像模像样的回答了一大串，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呀，有会玩 MC 的朋友可以评论一下。那这样看下来，文字版的问答是没什么问题了，接下来就来看看它能不能理解游戏画面了。我录了两段比较短的视频让 AI 描述画面内容。这个游戏里我在干嘛？你在玩我的世界，正在砍伐一棵树。嗯，确实我在砍树。那这里我在干什么？正在用你的拳头攻击一只猪。哎，不是大哥，我是用木头，不是用拳头打猪啊。短视频好像还行，那长一点的视频又会被理解成什么样呢？我又录了段10分钟的视频，让 AI 详细描述整个过程。求得嘛得，不是我一个人在砍树吗？难道？继续分析。哎，哪只眼睛看到我在挖土？我不是在建房子吗？感觉对个70%还是有的，总的来说还算是能满足需求的，那就开始动手实现吧。原理也挺简单的，为了让这个 AI 游戏助手能实时回答我的问题，就必须让程序一直监听着麦克风，将我说的话转换成文本，同时呢一直监控着游戏画面，这样当我想问 AI 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，就把问题和游戏录屏打包一起向 AI 提问。因为 Gemini 有100万的上下文，所以每次提问呢还可以带上很长的历史记录， AI 了解的越多，回答就会更加精准，最后再把 AI 的回复转换成语音就行了。为了更好玩一点，我还封装了一个 MC 的机器人，让这个 AI 游戏助手化身成为游戏里的一个小跟班，我去哪里他就跟到哪里。 OK， 那程序框架就是这样，用 Python 这种胶水代码开发，不到500行就完成了这些功能。那实际运行起来的效果怎样呢？我们一起来实操看一下。这里挖的咋样呢？你怎么挖的跟屎一样。那这个房间你觉得如何？这叫什么房间，简直是浪费时间。外面打雷了。你的聋了吗？外面打雷了还问。我的没聋，即便如此这个东西有时候还是有点用的。玻璃要咋做啊？你连玻璃怎么做都不知道，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玻璃是用沙子做的，你不会连沙子在哪都不知道吧？哦，那沙子在哪呢？沙子就在海边，你眼睛是用来装饰的吗？他心情好的时候甚至会大发慈悲地讲一下土味情话。你看这画面像不像我们一起在樱花树下漫步？这景色真美，真希望和你一起在这里看着粉色的花瓣飘落。这个游戏助手呢，不仅可以玩 MC， 还能玩其他游戏，比如一开始的植物大战僵尸或者新露谷。嘿嘿，沙比，你知道我现在在玩什么游戏吗？你 TM 在玩新露谷物语，甚至还能陪我写写代码。我这代码写的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写的代码就像一坨屎，问题多到我都不想说了。
如果你也想带着这个助手玩游戏的话，就快去试试看吧。总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被骂吧。大家如果有什么想看我实现的或者是想了解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。那我就先溜了，大家下期再见。